white. It's a red egg. But it's an egg. It's red. Put it in the bin. Nap time. Shh. Oh, problem.其实我们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真的笑得超开心的，太可爱了！两个老先生怎么可以让大家这么开心？而且这个剧这么的简单，可是你就觉得好好玩。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他们到底在演什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整出戏其实大致上就是这样，因为他就是等于是说这两个演员哈，他们身处一个你知道，就是全部都是白色的一个世界里面，他们的世界只有这种颜色，没有其他的，对，就只有白色。然后早上起来是要点名吗？白色，白色，白色，确认所有事情都是。按照常轨，对，按照常轨的，对对对。但是呢，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种颜色的时候，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对对，这其实这整件这整个演出就是传达，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而已。嗯，对。那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对给小朋友看的戏剧，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要有一些你知道教育意义吧？嗯，要教中教校一下啊。对啊，就像我刚刚说，你要。在戏剧里面说你要做功课啊，你要孝顺父母啊，你晚上不要太晚睡啊，對對對，你要照顾身体啊，都是这种。哎、欸，对，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只有这样的戏才是适合小朋友看？其实说真的，大人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你爱不爱看这样的节目。你如果没有那么喜欢，是，其实他不见得小朋友也会喜欢。对，好，对，我觉得不用想太多，你不要这样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我不爱小朋友很爱啊，哈，那不一定啊、喔，应该就是你不爱小朋友不会爱，对，所以。我觉得表演艺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传达的是一种美感的经验，而不是真的。当然，戏剧里面会有一些教育的意义，也会有，但是不是要做的那么明显，那么白啊、其实有不同的做法。讲到那个关键，讲到关键字，对，哎、欸，对，它其实有不同的做法。那像这个节目，其实它单纯的其实就在传达，当人遇到一些比较新奇的事物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反应。那是不是让小朋友？我讲到深层一点意义，就是说，那是不是让小朋友觉得说，所以生命中出现改变啊，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嗯，好，那只要去勇敢去面对，就接纳它，其实就可以了。哈，我讲的有点太教育性了，对不对？其实你刚刚看这样子的一个演出，它并没有告诉你说，哦，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怎样，对。但是它没有这么的明白。对对。对，可是他在这过程中，那你看得很开心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哦，那也许就没有这么的难嘛，哈，就有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或是有一些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克服接受它。对，所以就这个节目其实还真的蛮有趣，我们请很久啊，他们很忙啊，就是像这样子一些儿童节目，其实在各世界的儿童艺术节都非常受到欢迎，其实。对，那他们要排时间，然后来到台湾没有那么的容易。嗯，这个节目我们当时看也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哇，然后一直有在，对，一直有在接触，然后今年就终于好不容易可以把他请来台湾做演出，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我们自己也非常的兴奋。对，刚刚丽婷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讲到，其实这个剧对白很少，但是可以当英语教学。啊，对对，开玩笑的，就是他一早起来点名，好，白色白色的英文 ，white，white，white，red。对 ，green， 对，打开之后是什么颜色？台下小朋友会这样跟着念吧？也许会，对，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英文学很早，对对，虽然我们设定的这个年龄其实还蛮小的，大概三到五岁左右，可是因为现在小朋友英文学得很早了，这样这些英文他们都该可以理解，都会啦，而且其实他很容易被连接嘛，他拿出来就说他是 red 之类的，对，但是你知道，其实团队非常介意，就是说这样子的惊喜要留在。剧场里面，所以说真的，我们在这之前，所有的宣传里面都不能出现其他颜色。哦，对，就是让你知道，其实就是白，就是说是会出现什么，会怎么样子的出现，或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能出去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任何的那种宣传物上面，对，其实都只有出现白色这种惊喜啊，是要被留在剧场里面。为什么要进剧场？对，就是因为剧场有一种魔力，是你要进到里面你才会感受到的。那跟你在翻书的时候看到红蛋在那边，就想说也没什么嘛。对对，可是你在现场那样子的表现之下，当它出现红色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怎么会有红色？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其实真的不一样。对，这个他们是苏格兰来的旋转烟火剧团。对，这个剧团就是两个人嘛，两个老先生，看起来就是中年叔叔这样。就说到中年，就说到两位老先生，我们就还蛮神奇的。就是你看台湾的那个表演，就是儿童剧啊，都是年轻人在演啊，对不对？就很少出现真的老人啊，是很少很少。对，但他们就是这两个。赵志强算吗？啊，他装老不算哦。他们没有装老啊，他们本来就是一位老先生这样子，对对，本来就是一位老先生跟一位中年的先生。是，但是在国外其实对，就是帮小朋友做戏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他们可能也是从很年轻演到这么老，是是是，因为当时我们看录影带的时候，郑强先生还没有这么老，对，所以他们演这个剧也非常久了。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志业，一种不断的跟小朋友在沟通一些事情，在对话的一种工作，所以他们可以做很久，就做到已经都年纪这么大了，可是你也不会觉得他在装可爱。对对，他们其实也没有在装可爱，他没有在装可爱，对，他就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他就是演这样的戏给小朋友看，所以让大家觉得很自然。我就觉得啊，有时候看了也觉得还蛮感动的。好，我有个最后的问题我很想问，就是其实有很多大人不走进去剧场看演出，一方面可能是会有心理压力，哎呀我看不这样，或者说艺术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有空再去看一看。是为什么要给小朋友看艺术表演呢？为什么要让他们亲近这些？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说现在爸爸妈妈还蛮有趣的，他很愿意把这件事情投资在小孩身上。小朋友要去看演出这件事情是很自然就一定要去看，但是自己不一定这样。对，但我觉得其实剧场对小朋友来讲，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一种某种美感经验的累积。对，我很难讲说你看了这出戏之后你出来就变成什么样的什么演员啊什么的，对，多厉害，但很难，就是说借由一次两次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他就会有什么样很大的转变。但我都觉得像这样子不断去亲近艺术，其实在小朋友的心中都会埋下那个艺文的种子。对，那或许他慢慢的接受更多，他就会慢慢的茁壮，然后会对小朋友带来一些影响。但是这样子的茁壮其实要爸爸妈妈一起陪着的。对对，那这样跟小朋友一起来参与艺文活动，这样子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还是要诚恳的呼吁爸妈要跟着小朋友一起来看演出，不要让小朋友单独去看，到时候他一出来讲什么其实你听不懂，会丧失一些沟通的机会。 对， 對，而且其实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戏大人去看自己也会得到很多不一样，也许跟小朋友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或即便你就是很开心的跟你的小孩一起在里面开心的笑40分钟，开心的享受那一个刹那，我觉得其实也都还蛮值得的。对对 对， 對，没错。所以表演艺术其实为什么很吸引人，就是这种事情是你没有进到里面你就不会知道。是，对，你没有进到里面去感受那些演员的能量啊，或者是说这整个氛围，你就很难去告诉别人说为什么要去看演出。对，我觉得这是表演艺术一个很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一个地方。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婷来跟我们分享很精彩的儿童艺术。谢谢谢谢谢谢。